无顿持见机者，不堪承受佛道。法华经欲初入，正见邪见离根顿根，傲消性法者，是以宽教方便。即灵山会，听本怀，现一大性，真实法啦！哎呀，用心嘛、啊！哎，把握时间，多用心哦。牛顿之见机者。不堪成就佛道，佛道已经甲咱讲啊，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啦，人人应该呢，都会当透彻了解佛法真理，为什么？有阿呢？牛顿之见机者，不堪成就佛道呢？其实人人平等，是安怎有阿呢的人，无法度成就佛道？这爱讲是啊。众生啊，一类的众生，总是业障根钝啊。业障，什么叫做业障啊？那就是烦恼无明，平时啊。就是一直轮回，生生世世，庸庸碌碌啊！就是阿弥又不得自己来回人间，随着人间呐、啊、的欲乐，贪嗔痴慢疑。不断呐、啊，就是阿弥来回，这种的习气已经呢根深蒂固，也不过因也过是有善根，因为有这个善根呐、啊，有了依佛因缘呐、啊，所以呀。安尼，长久的时间，随佛修行，所以接受佛法。有要修行，确实呢，累生世的烦恼无明啊，也是爱一步一步。安尼，烦恼起底。啊，一分一分呐、啊，无明灭灭尽，安尼才有法度呢，佛法啊，安尼完全清楚，这款的根基呀，咱现在咱大家人，敢唔就是呢？咱就是啊，咱对佛法啦，逐天听，逐天听，知唔知啊？知啦，了解无？啊，阮会慢慢啊消化啦，消化偌久？消化是入心记忆。
会消化呢？啊，是消化，啊，就是无去啊呢？爱好好用心啊，人生、时间、分秒无法度等待咱，大自然的法则，时日不断过，一直飞逝过去，生命呢？一代发展啦，嘛是呢，安尼真紧伫咧催呀，还是呢，好好把握时间，听，现在已经了解，就爱用心去体会，知影啦。了解啦，就爱身体力行，爱找机会入人群，体会人群的疾苦，人群的观念思考，同款是人，啊，有真侪种、真侪种无同的法咯，哪怕是看到真侪苦难不。烦恼的心，解未开的无明，咱也会当伫迄个中间听呀、了解呀。哦，这就是烦恼即菩提。是安怎？啊，即、这个代志遮尔简单，啊，你也都爱烦恼遮多呢？是啊，这么简单的代志，伊也都爱烦恼遐尼多，咱甘就是无需要去探求的，也咱嘛是去探求真多。看别人，听别人，因的烦恼是有偌济种。咱就偌侪种迄个烦恼呢，提倒来解开，疑题世间啊，真侪呢，会疑题，一疑咱都一悟，看看别人为甚物伫迄个所在，安尼教着、甜着，烦恼甜袂出来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啊，明明就是安尼，啊，敢毋是安尼就立得安尼？啊，为甚物要待遐直直甜呀？啊，为甚物伫迄个所在一直烦恼跳袂出来呢？为甚物爱伫迄个所在爱恨情仇？既分既远，甲执着爱，安尼遮尼苦呢？吼、哦，这都是所伫咧讲的，佛经所讲的种种无痴烦恼。这无痴烦恼，遮的字眼呐，是伫人的生活中。人群的内底，咱发现着，毋是伫文字写的尔定，毋是佛陀提出来甲咱讲，互咱惹来了真济无明，互咱生死呢不得自己，遮个源头啦，原来是伫。人群中，人群中就是安尼，贪嗔痴慢疑，爱恨情仇，苦难不尽，
生老病死、爱别离等等，这拢总是伫个人间哩。这个苦，原来就是法，法，佛陀为咱说法，就是要甲咱解开人间有遮侪遮侪的苦。你爱知影这个法，才有法度对治遐个苦。知苦，才会当了苦。看别人就是安尼，颠面过来的辛苦，也咱才会晓提高境界。该不该做，家己有诶，是毋是爱警惕自己，及时改过来？那这都是伫世间呐。佛法不离世间法，总共一句，人生啊，这原来有的物件，佛法呢，伊甲咱点点分明，烦恼甲法套用在一起，互咱会晓境界，所以咱应该爱真用心，咱啊顿根呐。干那一直呢，听法做听法，啊，我听甲真欢喜，听法呢，讲会开智慧，但是呢，干那到遮冥想呢，干那安尼念念，其实呢，在人群中烦恼还是呢，同款执着，家己无要去解开伊的烦恼。明明才听过了烦恼呢，爱放弃，回归真实的生活，又是呢，在迄个所在计较执着，这就是愚钝，叫做愚钝之基，安尼人，也那是回归到佛陀的时代。伊伫咧说法的对机地主中啦，同款为家己独善其身啦，小根基的人，他只敢那执在自己。我知影苦，我要了断生死，我无爱过来人间，安尼的想法，伊无想要搁再。进一步，感觉我家己解脱都好啊！啊，可怕，可怕，可怕！人间的因缘堪长啦，所以一直修持伊的戒限令。所以佛陀讲，这也是愚钝啦。安尼的人，无愿意搁再进步接受。大乘法，即不堪成就佛道，无愿意来接受，无愿意呢入灵群，无愿意呢去付出，与众生接触，即哪会当成佛呢？六道万行呐，无启动呐，要安怎会当？渐渐佛道呢，所以不堪成就佛道啊！欲错如品呐、啊，都安尼讲，正见、邪见、离根、顿根、傲消性法者，这拢总是。个人执着伫个人的性格，个人执着伫因个人所要修的法。虽然因会当直接听佛法，虽然因会当伫佛的时代修行，但是呢，也是个人有个人的性格存在。所以佛陀才会讲出了欲错如品，欲错如品啊！
同一片的土地的面顶，同一片的地方，却也有小花小草啦，小根小枝的小树啦，也有大根大枝的大树，在土地面顶，这真简单。咱若行出去外口，就会当看到。所以，这就是譬如根基，小根小草，那就是一种傲小性的人，因为呢。小根小草啦，水甲压落去一点仔都有够啊！亲像这个花盆这么细，啊，像这个花盆搁较细，这个小小、悄悄咪咪的小花盆，这唔免一滴水啦，伊都满。啊，这个花盆呢，啊，一点啊，一手安尼碰了一个水，甲滴落去，伊就已经淡啦。吸收的水就是一点啊，尔定，安尼，搁较侪回，啊，就满掉去啊，无路用。同款的道理，小根基啦，都亲像。这个小气不同款，会当装的法却是一点啊，一点啊，两点。这呢，就是钝根傲小性法者，佛陀呢，之后啦，就施以宽告，方便法就是安尼，用宽告，用方便的法，好因。因为伊的根基会当接受，也只是安尼尔定，伊家己无愿意呢，甲这个心发搁较大一个，那愿意啦，这个迷你的小盆子，共一张小树啊，那愿意换一个较大的环境，它唔免偌久，都会真大长。也那是，搁家移去土地的面顶，无家局限着，自然呢，伊就真自由。解脱了伊被束限呢，伊就会当伫个大地啦、春根啦、发枝啦，都休都无生啦，自然。伊就变一张大树哦，就是这个气、小气该局限，唔是这张树啊，这么细长，是迄个气则细该局限着，寄存未起，这是咱的心，所以咱应该。要把我们的心展开，这才有法度呢接受这张树，它会自由发展，就是我们的心解脱了，无受局限束缚，它就能存电去，这就是大性法，小性法呢，就是被局限着。啊呢，心根局限掉，难发根存意的机会，所以这就是佛陀呢，只好啊适应伊的根基局限的伊，现在的心量呐，会当接受，该施教予伊，所以施以宽教，啊时间呐。安尼呢，真紧都过去呀，呀，四十多年咯。佛陀的年纪也已经迈入了老迈的
太大啦，不得不说，故意来啦，就是迄个心怀也未施展出来，生活迄当中的第一念头，众生皆有佛性，人人可生佛啦。这个代志，就是也未正式向大家人宣布。这个时阵应该爱讲的事啦，一直到灵山会这个时间，佛陀呢痛本怀啦，即灵山会痛本怀，要甲伊的内心本怀啦，完全呢讲出来。这现一大乘真实法啦，这就是佛陀对不对？痛言本怀，要讲出了呢，伊所发现到的，啊，所发现到的，跟今生出世发现，咋就发现啦，而且。是身体力行，在来来回回，点点结时，点点结处，不断的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有，法总是呢，使用在人间呐，只是因缘。一期一期的因缘，所以这些佛陀以一期的因缘现象生活的那当中，两千多年前啦，佛法正式在人间，不是代表说过去无佛法，过去有，就是跟咱。释迦佛的佛法同款，有正法，有正法，有幻法，啊，有无佛的时代，这个佛法慢慢呢，都无有这个佛法经的名称，都无啊，道理慢慢的都消退去，运起来啊啦，都无人伫咧用啊，就亲像咱即嘛。物件用到一段时间呢，啊，这个物件无形中消失啦，这同款的道理啦。所以佛过去也是有真多佛出世啊，啊，就是伫真多佛的时间来去求法啦，伫真多佛。一时间来，也得受记呀，也得经过了真多佛的时间来体悟佛法，嘛成就、成就、效法，嘛已经度化真多人咯。这就是佛陀一心佛，所以经面的文处处自说。名字不同，年纪大小，亦复现然，动力涅槃，有意种种方便说微妙法，令众生发欢喜心。这呢，就是已经在任何一个时间。佛陀呢，无处不在，无处不现身说法。每一处呢，同款是来人间，处处自说。每回来都无同款的名，所以名字不同呀。第一个年纪大小，不管寿命长短啦。
无不多是呢，献身伫咧说法，即种长久的时间，无同的心态，无同的年龄，无同的名称，等等啦，总是呢，就是安尼人间来来回回啦，啊，献身思想在人间啦。就是要警惕人，用道理呢来警惕，吼、哦，那亲像安尼，这种种方便说法，累生累世啦，用各种各种的心态来教化众生，令众生发欢喜心，会当使令众生发出了。追求佛法，启动因的心量，这就是佛陀过去现身人间呐的经历，真多真多，无法度呢去算计，不只是在人间六道来回啦，就是安尼来来去去，请大家人爱相信。用心啊去体会，接下来这段经文再讲。诸善男子啊，如来见诸众生傲以消法，得无过中者，为是人说：我小出家，得阿耨。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佛陀在此呢，那向大家人安尼讲啊，诸善男子啊，如来就是释迦佛吼，我释迦佛啊，看，真详细来看看，这么多的众生。哎呀，大多数的人啊，拢是好傲的笑话，都是为家己啦，独善其身啦。尽管有因缘啊，愿意修行，却是呢，人人拢是为自己的偏多啦，傲笑话者，这是。为家己修行，那就是呢，得无过中啦。修行的福真少，啊，这个业力要完全尽消除啦。实在呢，也阁有真多的业力爱消啦，因为呢，缘善缘。因缘果报啊，善缘也未继续累积。过去呢，所做作的因也未消，因为呢，有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报，善撇呢，无法度化消呢，迄、那个业力啦。所以业力还是存在，多撇，干那撇一时，亲像五达国师，伊会当多撇，嘛则十世人命定，最后还是同款，业力也是吹来咯，这意思甲安尼同款，所以叫做得无。果中修消性法，就是干那安尼拖一时的时间呐、啊。所以佛眼所看的呢是安尼，看现在就透贴未来，因你入来是要让你捌佛法是安尼，让你知影苦，苦的因缘是来自集。集种种人的因缘呐、啊，
所以底下伫咧甜了苦难呐、啊，是爱安怎去解决你所积的遐个代志，遐个因应该呢要安怎去甲灭掉？唔是干那刀片会当灭掉，真正灭掉，那就是爱大福大因缘。不管安怎，过去安怎，现在呢？你修行当着来啦，你虔诚忏悔，平常多付出，搁较对你安怎分，伊呢？到头来，伊嘛讲安尼好啦，安尼会当原谅你啦，原谅那就无代志啊。原谅就消啦啦，彼此之间心结开啦，安尼业都消啦。你若无一直一直付出，对方的恨甲怨呐，还是存在。过去结偌济因缘呐，你无去面对，同款遮个因缘呢，还是存在。所以，这叫做德不孤独。佛眼关键呐，众生呢，就是因为根钝，所以应该呐知影法，知影苦，知影执来是苦的根源，所以要把这个苦的根源断，但是无想到讲吼，那你过去所做的因。也应该还，所以咱应该投入人群，事事呢就对人去付出，了后呢被你感动啊，就是过去的因缘真正嘛会当解开啦。所以吼、哦，这钝根呐，他就敢那看眼前吼，积根未完，人归刚正嘛，安尼讲啊，所以。傲消性法啊，就是福德千波业障过重啊，所以傲消法啊，就所见之机贪欲二十五欲，这些人天机，佛陀说法的这个消性法，包括人天，包括人间呐、啊。包括天人，人间佛陀教咱修五戒，你修五戒，都会当保住你的人心，面对畜生道、地狱道、五鬼道，这都是爱修五戒。佛陀呢，就再讲说十善法，他就会当。升天堂，就是还在三界的内底，三界的内底呢，是还有二十五欲吼，那二十五欲，无不都是种种欲念等等吼，这都是天人，还有贪在这个所在，也未去除呀，所以有业。因而有果报，有业因而。天甲人呢，
还是同款要有业因哦，同款呢爱阁受果报呢，天人福尽，也是同款爱阁堕落人间呐、啊，过去的恶因呐、恶缘呐，伊嘛爱阁再来人间接受呢。何况讲人，人阁再伫咧做作啦，会因缘果报，同款呢。咱吞了一口气，到底呢？后面迄口气要伫倒一倒呢？开始呼吸，咱也毋知呢。所以咱拢总是有这个果报，因为业因啊，自有果报啦。所以生出了这个果吼，不断延伸落去，业种不断延伸啦。这叫做有，有25种的有啦，还阁存在。不管你受人天福啦，同款存在着25有的咧。三三界之果法者，哦，那是三界之果法，那就是分25类吼，那也是名为25有。因为呢，三界的内底啦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拢也个是有迄个念吼。那欲界就是有相、初相，色界啊，因为也个形形色色啊，贪念难免呐吼。那无色界呢，虽然呐、啊。无有伫咧谈着有形色，但是呢，也阁内心的思想存在，起心动念嘛，也阁存在。所以这个有啦，还也阁有这个有，诶，离婚烦恼还是同款啊，拢伫三界嘅内底呢。所以谈着涅槃救助解脱，即自性。其傲意渐处，虽然讲愿意修行啦，伊也是同款有贪，贪伫虾米呢？贪起涅槃，就是啊，讲你会当拢终灭。修小乘佛的人，伊认为灭拢一切灭啦，再也无有虾米因缘果报来交结啦。伊以为是安尼吼，所以呢，就是要探求啦，涅槃自解脱吼。那这就是自性机，就是声闻缘觉。有伫咧修行的人，还是呢执着伫自我解脱，伊也阁无去了解，无去了解讲吼，既有做的因呐，无消呢，还是不得消受，只是呢一时的劈开，安尼念念毋是永久，是一定爱去历练。这就是佛陀呢所需要，大家人爱立定根器吼，所以傲意渐处，自性机的人，声闻缘觉，那就是傲意渐处，哈，一步一步来，佛陀呢，只好就是用这个小教，可以一步一步弯转呐、啊，托方便法啦、啊，应机祷告。佛陀真辛苦，就是爱安尼婉转呢，安尼来教育啦，才会慢慢回入佛陀。那安尼叫做傲消法的人啦，所以得波
得报的人呢，那就是言了而善吼。就是安尼，因讲哦，讲新闻呐，就是安尼呢，随着这个缘呐、啊，就安尼要修新闻缘着声而听而了解，那因讲呢，缘着这个境界啦，将佛的教法缘着这个境界呢。以去体会道理，那只是呢，靠安尼呢，就要来成就道业。这安怎用功啦？就是真迷乱，干那靠家己，啊靠听法，啊就是独善其身，啊伫这个境界，安尼修行的修行啦，这款的用功。是真迷乱啦，所以讲高中，高中呢，也阁是伫见思而行，同款呐，也阁有见思啊，迷失的烦恼，初中的烦恼你无去做，但是呢，见思的烦恼你也未断，只要你也未断的烦恼呐，遐业缘果报还是呢？还是同款，会搁再回倒转来，同款还搁修补啊，所以应该都爱好好、真坦然的面对人生，去历练、历练出了咱这业业的烦恼啦，丁丁的无明，拢爱去面对，该消除掉去，安尼呢会平安自在吼。唔免阁挂伫心念，这个见思而行，唔免阁挂伫心念，好，真泰然。那应该，咱一定拢爱甲行好，有处理过啦，泰然呢，都已经去除啦。要那无呢，还是一定爱去行好伊，还是心挂入伫迄个烦恼里，烦恼呢，服从伫内底。还是唔知啥物时阵也会浮现出来，这是用静来论傲笑，这用迄个静啦来批论的傲笑法的人，是佛陀现身在人间，就伫释世间，佛陀已经呢。感觉道理啦，伊爱去追求，出风景去啊啦，即开始修行。大家人敢那集伫即个所在，哦，我也来去修行，安尼我就一了百了，无去解想。佛陀呢是偌年长久的时间以来呢，都已经成佛，咱人人拢敢那集伫迄个集。今生出世，佛陀的成就，唔知影呢？佛陀在过去的点点结晶，伊是安怎样的过程来？这无清楚，唔知影哦。那所以咱应该爱用心，这好好，把咱的心定。所以前面讲自信
日善呢，那就是爱定的善，定心所修呢是善业。心，咱一定爱定落来，不管你修小乘、大乘啦，这个定心啦、定在心呢，这一定爱有。不只是人群中立人群啦，接受着人群，咱也个会当把心呢完全定落来，这呢，这就是功夫，咱要安怎去做？这定，所以这个善业啦，把定心所修的善业，咱完全呢，安尼真稳定啊。在人群中，所以失利逆心啦，观净土之依净之报，那就是一个心静落来了后，心一片都是净土。虽然咱在污浊的人群中啦，咱的心还是一片的净土。污水中啦，开莲花，同款的道理，这都是爱在人群中去历练啦。也第二呢，那就是善心，善心所修之善业，那就是不是真专。不过呢，这善见善思者。是善事啊！你做，我也来随喜功德啊！你伫咧甲我讲啊，这是好事啊！我也来学吼，那、哦啊、要安怎来学呢？哦，爱从心靠意开始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真呢？就是心法义的菩萨，心也未真定，但是呢，爱有人带，开始见贤思齐，而且呢，愿意学，那是向善，心靠义，愿意向善去修，所以这就是开路，甲铺路吼，开道铺路，咱安怎开？予人看，带人行，同款的道理啦，吼。拢总是消根基啦，在消根基呀，是回世今日吼，真正呢，咱爱知影，在消根基啦，拢总是看伫现在，唔知影伫过去，这消根基的人就是限伫遮，那唔知影讲真正的。善法不是现在才开始，所以应该就是要熬以待发，要知道这个善根的由来是在很过去，我们自己无数到现在，无数至今，所以佛经不说从数，说即至今，因为大家人还佫未伫迄个小善、迄个善善甲定善之意，还佫伫小根的内底，伊还佫唔知影，即无法度去了解当冤结以前起迄念心，根本迄念心也唔知，所以佛啊。无法度呢，在迄个时阵，甲40几年来，只是干呐
说一法，就是今生什么时阵出红江，几年来一直呢讲大消法适应根基，就是讲伫这个中间呀，做伫这个时间，大家人看得到，听得到。接在这个所在，佛陀开始就要来讲，迄个过去无所劫，啊，这就是说数至今成佛吼，还要讲过去甲现在，但是呢，那是得接，大家人敢那听迄个过去的接，伊也无透彻体悟到迄个根本吼，所以。熬消法啦，消根基的人总是呢无法度安尼的体悟啦，因为安尼呢，所以啊，为是人呐、啊，经文安尼讲，为是人说，我小出家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因为这些人根基，要甲讲一个都讲过去的根本，因根本听无。之后呢，是现在的，因看会到，会知影有根基，啊，互伊看，互伊学。讲伫现在，讲我当时离开红江，我安怎修行过来？我伫倒位的苦行？在哪一个地点呢？坐菩提树下是安怎夜到明星？哦，我感悟啦，感悟天地之宇宙的道理啦，讲给大家听，发现到人间是苦，从安尼开始。因为呢，伊所要讲的，伊体会到人人。该有生活的本性存在，这个话呢，伊写藏着，因为讲啦，这个根本呢，人人从始至今都有的物件，你安尼甲伊讲，伊无法度相信，所以讲未信嘛无路用，只好呢，就讲因现在。感受下到的现象，安尼出来，这呢就是根基。那要讲原本呢，就爱现在啦。现在的灵鹫山不得不说这个事，所以过去就是讲到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开始说法啦。如是等顿经，众众者说因少年出家，就是让大家人知影，哈、啊，少年的时阵，我就是安尼出家去啦。傲笑者，应机现即之心。为傲笑法的人来讲，安尼对看到人间安尼的不平等，安尼的苦难，为着探讨生命，我才去修行。修行了后，我得到了这生命的真谛。所以现在甲大家人讲法吼，这。佛陀就是讲安尼安尼过来的道理，这就是为傲笑者应机现即而生，就是这个因缘，所以伊现伫这个红江啦出生。
修行啊，总共一句，出家修行，这只是在无量寿劫以来因缘成熟的一段安尼尔定，唔是呢，真实长久的根本故事，那是真实。现在佛应该还在人间，就是啊，就是一个现象、现象，一个卡热，是人间行过的一个热安尼尔定。所以咱听佛法，嘛是爱用安尼的心吗？知影现在，咱都爱过去相信过去，爱推吼，爱向前。推想过去迄个真实道理的来源、探源，咱一定爱去相信。你要探源无相信，那你无法度探出了伊的源头来。所以啊，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